报告一下，孔子也向他们致谢啊。我们收到一建文先生常务顾问兼来100元，杜其圭常务顾问100元，吴慧强相亲50，陈万珠女士200，朱义勇常务顾问200，陈旭全先生200，罗明先生100，杜少鹏先生100，荣远民意会长王炳春500。潘振海200，韩素华100，韩素莲200，杨碧丽300，郭延培200，海南会馆会长石振顺先生500，谢谢石会长，谢谢。韩曙光先生相亲100，唐楚华相亲100，高延培先生150，潘正同先生是我们呈现华人联谊会的介事长200，任仲仪先生是呈现华人联谊会会长200，吕李婉轩100，郭小贵200，黄慧明先生500，方达勇先生，恭贺峰方达勇先生，方达勇先生是新